放学喽，小七星瓢虫，妈妈回来接你的了。快看，妈妈呀，给你拿了一个大大的豌豆，咱们两个回家今天吃豌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喜欢吃豌豆，绿色的食物啊，我都喜欢。妈妈，妈妈，我们回家吧。哎呦，你给我下来吧，你管谁叫妈妈呢？快看，这是我七虫瓢虫的妈妈，我和妈妈长得一模一样。妈妈，走，咱们回家吃豌豆去喽。呱呱，小蝌蚪宝贝，妈妈来接你的了。你看，妈妈呀，今天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草莓。诶，草莓，草莓，我也喜欢吃。妈妈，妈妈，我们回家吧。哼，你这个小家伙，黑不溜秋的，你管谁叫妈妈呢？快看，这个是我小蝌蚪的妈妈，才不是你的妈妈呢。走，妈妈，咱们两个回家吃草莓吧。猪宝宝，猪宝宝，猪妈妈来了。快看呐，猪妈妈给你带了一个你最喜欢吃的花生。走，咱们两个回家，今天吃炸花生米儿。炸花生米儿，我也喜欢吃，我也喜欢吃。妈妈，咱们两个回家吧。你这个小家伙，你给我下来吧。你以为你是猪吗？才不是呢，我才是猪呢。你居然跟我抢花生吃，不可能。走，妈妈，咱们两个回家吃花生去。宝贝，宝贝，妈来了。你看，妈妈呀，给你摘了一串大大的葡萄，可好吃了，酸酸甜甜的。快跟妈妈回家。诶，最后一个了，那这个肯定是我的妈妈。妈妈，走，咱们两个回家吧。回什么家呀？回家，这是我的小鸟的妈妈，我妈会飞，你妈会飞呀。看不见，我们两个马上就要飞走了。走，妈妈，咱们两个回家吃葡萄去喽。嗯，怎么回事？都不是我的妈妈，那我的妈妈去哪里了？我的妈妈是谁呀？我的妈妈怎么不来接我？